发言，蔡锦龙委员，蔡锦龙委员不在场，本案暂不予处理，请罗淑蕾委员发言。本席及林国正、叶怡金、陈雪生等20人临时提案，有鉴于台湾本土自制节目长期以来不受政府实际上的关注及重视，在外来节目大量入侵后，几乎攻占了我国频道业者对于节目播出的曲折及时段。此外，由于政府主政单位的长期藐视，加上这些外来节目的高传播率，我国本土自制节目几乎被排除在各主要频道节目的黄金播出时段。因此，为真正确实对于本土文化的扶植及补救，本席提案要求 NCC 紧速提出对于本土自制节目在黄金播出时段的播出比例，并同步规范外来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的重播率是否有当，提起公决。